12月24日晚，韩国歌谣大战舞台可以说相当精彩。Dido 表演了 Villain Dice 加 Tomboy， Text 表演了 DNA 加 Good Boy Gone Bad。而要说当晚热度最高的表演，可能还当属 NCT 127的全开麦表演。网友留言：中本优太帅的有点不讲道理，麦这么烂还唱得这么好，这是实力的表现。NCT 127当晚的表演可以说赢得了满堂喝彩，歌谣大战的记者也被深深迷倒。写新闻稿表示，身材非常有名的 Jennie 没有另外穿内搭，而是直接裸身穿了黑色背心，很清纯但又很性感，很妖艳但又很文静，很销魂但又很端庄，很风情但又很简洁，是种很妙的形象。网友们纷纷表示又想撩死谁，我要起诉芝加哥男人杀死了我的心脏，请在结婚申报表上签字。据了解，今年年初的时候 NCT127 就拿下了首尔歌谣大赏的最终大赏，但当时 NCT127 的实力还没获得认可，网上甚至出现了他们德不配位的评论，表示他们没有资格拿这个奖项，因为专辑排名第一的是防弹少年团，音源排名第一的是 IU， 至于 NCT 在这两个领域的成绩都一般。但随着一年的活动， NCT 的实力逐渐获得了大家的认可，在这次歌谣大赏上更是光芒大放，之后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啊。